花东中国黑台湾最有名的观光旅游景点，除了亚一波吉耶金针山花卉，其实的花莲水面有草原梦的岩果，有刺眼香蜜的蜜香凤茶，推动绿芽也多年来黑干本丹的无量茶，用发凤茶的方式做出凤无量茶种。参加过两场次的过渡年，迄个下辈特别的做茶技术，希望开发出同时菩提期无相同茶种的新思创。同茶蜜表演的杯度用小树来创，绿绿金色的茶桶越越顺蜜香。你喺茶叶界两场台东分厂培育出嘅蜜香凤茶，利用促燃料后，肉体树香味研发出来嘅。同东方美人茶用前线太烹的绿茶做底，蜜香凤茶是用太热乌龙种，人家发动天气的天时寒热，佮唔适合做保种茶，防败夏茶唔好种。两万年发出蜜香凤茶料后，当年的产出太热又容易。信中苗栗捧凤茶呛性太胖，大胖金星大胖大抹这个品种，那花莲县的时候，它大概以大叶乌龙为主。做法的时候，你品种做法不一样，它的风味也会不一样。那今年变做台东县代表茶的凤乌龙半 Q 型的外观，那种乌龙加蜜蜂茶做法的熟茶，泡料后会有果香，当年三七没有上意。茶界常讲，不管是蜜香蜂茶，就是凤乌龙，引致无形象上飘钱。为了避免食谱没些生产，无法度做出分片，连买几转干那汉字都发动能。希望透过新的茶种分片出各地的茶种入市，增加国内的茶产量和入市场。农委会在9月20、21号，在我们的台东分厂变成办全国性的制茶竞赛，所以说借由这个，然后再吸引这些消费者这些弄。好，第一个是茶农的技术，第二个是给消费者这样的一个的品名在。茶界常讲，台湾当年自家种的茶大约是15000公吨，但是台湾当年有超过20000公吨的进口茶做饮料茶。下一摆希望透过制茶竞赛列到，提升各个县市特色茶的名声。未希望对制茶技术的改良，鼓励后生农民扛下来种茶做茶。刚刚新闻陈彦霖、刘文辉特别报道。